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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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미다이그즈부모에대친구의두노요루이도리루미가음아라八点，八点就是大家去上课的时间了。哦，现在英雄联盟又要缴会有那个哎，你们看得到吗？他有一个转圈圈，告诉你他站在楼顶。我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东西，原来有转圈圈啊！看一下我们的组合，我们组合是中路雷兹对辛朵拉，我们的阵容呢，坦克是雷欧娜，对面是不是没坦克？对面只有希瓦娜。哇、哦，这龙女造型好凶啊，跟辛朵拉一样，好凶啊！我、哦、是龙女带重击虚弱哦，我们待会遇到她的时候小心一点，重击虚弱，然后配这个战斗狂热，她的伤害会很高。不过我们可以挑战这个三等，直接去下路 gank。龙女现在很 OP 啊，龙女现在很 OP， 她因为现在战装的角色变少了，现在都是一些刺客，然后龙女专打刺客，她那个高爆发伤害，然后跟一些能够弹住刺客的伤害，让她变得非常的强势。她会比较怕一些能够控制的战装角色啊。不龙女强势的点只是因为现在选的角色血量都很少哎、欸，现在选的角色只要血量多的话，龙女还是会变弱、啊，首先选角的问题啊，龙女的自己的那个 buff 也有差。对啊，安卓要19号才能载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 iOS 是16号的早上8点才能玩吧？你们是几点啊？你们是19号晚上0点，所以慢了大概64个小时，还行啊。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久了一点以后，你就不会在意前面输一点时间了。你知道打江狗啊？现在假如你速度够快的话，你还是能够赶上之前被改之前的那个速度。之前是很夸张，之前是你只要一个正常的江狗，你都可以在三等的时候到下路，然后对面才一等。现在是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快两等，大概要在2分30秒的时候下去。漂亮，把他推回来不行吗？太痛了。龙女来，龙女来，龙女没来的话，我们这一波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把对面的江狗 AD 啊，对面的那个 support AD 都杀了，但龙女来了就变成是一样的结果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我们赚一点点，我们赚一点点，我们多赚一点，因为他们上路下来已经把传送用掉了，我们上路可以推过去。这一波还是血海，只是我家的江狗可能会掉而已。
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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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米尔三等 gank， 再次证明卡米尔三等 gank 能力真的是很强。龙女两颗头，虚弱，他虚弱用掉了，他闪现用掉了。哦，他没有吃掉，他人真好。我们会需要在水龙那边布下视野。龙女吃龙的速度太快了，真的是太快了。我们给下路制造一些压力哦，给下路制造一些压力。漂亮漂亮，龙女在这附近哎，哦没有，龙女在上面。哦，他们为了亲眼，他家 AD 被上了。哇、哦，这个追击能力，哇，我被推开。啊！没被推开的话就拿到了、欸，没被推开的话就拿到了。刚刚那颗人头我打 W 打到他就死了。漂亮，我们一个。哇，这雷文发什么事情啊？这雷文怎么全都是四，全都是剑啊？他全身上下都是剑啊！龙女等级有点高、哦，等级有点高很麻烦，因为他到进我野区的时候，我会打不赢他。我打不赢他的话，我野区就会全部变他。你看，不妙不妙。
在跟，我在跟。OK OK OK OK。哇靠！也太痛了吧！那什么鬼扯的伤害啊？他刚对我做了什么？好浮夸哦！太浮夸了吧！痛到我直接闪欸，吓死了。OK， 我们三将出了，我们三将出了，三将出了。接下来把防御撑高就好了。他都是魔法伤害，他都是魔法伤害，他魔法伤害偏多吧？哦，现在是物理伤害偏多了。再弄一些等级，为什么中塔被掉了？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好好好好。不出事就是好事。龙女在下哦，龙女在下哦，赶快浓一波，浓一波。龙女太浓了啦，现在江狗江狗的那个钱很多，龙女只要一直浓的话，钱会超多的。其实我快抓到这个角色的诀窍了，已经感受到了，我已经快跟这角色合为一体了。浓的速度开始变快很多了，他也知道我的位置啊，他们家中路也知道我的位置。这一波不能打，这一波不能打，他们人多。我们下路，下路，下路 ，Come on， Come on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可以再一下，再一下补空 ，Nice， 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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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走。追追追追追追追，我会跟你们，我会跟你们，我会跟你们，不要害怕，我来了，不要害怕。只要龙女不出现，她是没有办法阻止我的。Very nice。哇，这个虚弱真是不妙。赶快把忍者足迹出出来吧！噔噔噔！哇，有没有这么疯狂啊？这大就直接
直接丢我脸上哎、欸！好、哦，按错。时钟很麻烦耶，时钟真的蛮麻烦。聊天都在乱讲话哎！安安啊！快拿、啊、快拿、啊、救不了下路还不快拿、啊、中拿一个是一个啊，我们要拿其他的经济去补回他少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本来我们是掉一塔加两颗人头，现在变成掉两颗人头而已。哇，他的伤害差一格啊，差一格，我们就打赢了。我刚闪现没有闪出去，也不知道怎么。我按那没闪出去。虚弱，阴阳师双平台啊，但是安卓是19号才出。死，漂亮。接下来我们出坦装就可以了。龙女太痛了，但其实还好，我打野超痛了，我打野是一格一格在掉。我现在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出这一个、欸？哎，该出额外血量的装备，因为我看起来不太缺伤害啊，我伤害超高、啊，自从我三项以后，我应该学人马出装才对。尤其是在劣势的时候，他们会误判我的坦度，进而去拿到更多的优势，才是真的。怎么下路会被无缘无故推掉啊？太亏了吧！他们现在掉三塔，我们才掉两塔，其实没有想象中劣势，我们其实比想象中优势很多。我直接开大开他就死了。为什么不直接上啊？雷兹在睡啊 ！The fuck！ 哇，他在睡耶！他怎么啦？哇，太玻璃心了吧！超痛！
真的是超痛。我在想，我刚刚应该会杀掉辛朵拉，一换一都赚，可能要这样做才对。龙女好痛哦！雷文不肥啊，雷文没装啊，雷文装超烂的。太扯太扯太扯！我们需要更多的血量啊！我们出一些会降他攻速的东西。时钟其实跟龙女蛮配，会让他拿到下一条龙啊。破壳很强哎、欸，雷兹，快来啊，雷兹！啊！爆了！我把龙女关回来嘞，我强制把龙女关回来了，也换掉，也尽量换她，但是没有办法把她杀掉。好猛哦！好猛哦！关键点应该在这个战神，我应该要出血量。下次试试看出血量，伤害绝对够。我刚砍他超痛，龙女也是一格一格在掉，一大格。只要他一格一格在掉，基本上不用害怕，代表我们伤害是绝对够。看我打这个470，我打470代表我打谁都是470，因为他真实伤害。我打谁都会是470，我伤害很够。走啊，走线啊，雷欧娜！拜托，看到拼点不要这么慢才反应，好不好？动起来！哇、哦，太慢太慢太慢，他太慢才反应了。这边有红眼被他看到。需要雷兹啊！雷兹，我们好需要你啊！还在追啊？有没有那么疯狂啊？啊，雷兹！全世界都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。啊，你不在，你不在要怎么赢啊，朋友？哇，这饭太戳了啦！这饭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他直接被打死哎、欸！你不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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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撑一下，
hold 一下 ，hold 一下 ，hold 一下。啊 ，GG。他们的冲牌我们挡不下来，我们的 AD 一点伤害都没有，我们 AD 在会战里面没有伤害，这一场无解了。现在看起来我的角色要出一些坦中，而且是从战神那边都要出了，三项后已经太晚，三项后就一定要出了，三项战神后太晚。我现在打场我不知道，前十场，前十场。他们的人也都超乱，因为他们的装备也都没有出的那么高级，但我们的伤害出不去。哇 ，A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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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A
话了，你好歹反应也快一点，按一下你的头巾吧。啊！QQ， 练一下手感啊，没事练一下手感，还要练那个1.5秒的手感，多练一下1.5秒的手感，让我能够越来越强壮。这龙女也太疯狂了吧！她这个开大的方式有够虎烂，她的开大的方式有够虎烂哎，虎烂到有剩。好绝望哦！这一滴也是多棒，这一滴也是够扯，爆扯啊！爆啦！